这颗是我们的温度传感器，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水自动加水器、摄影机跟加热系统，还有这个这里也有一颗温度传感器。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放滤网跟通风口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留了一个特殊的通风口，为了让幼鸟更能够方便的透气。所以我们这里做了一片活动置物管，可以控制锁开开关。然后接下来看到里面的这台是网关、开关跟加水的注水系统跟排水系统。然后上面这一颗是我们的加热风扇跟温度控制器，还有 USB 的电源。然后这两个是额外加装的排风扇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控制。控制方法是这里我们可以用人工 AI 来控制说现在的温度。我来示范一次。就是我们的 AI 系统，其他同学，现在室内温度几度？室内温度等于24.0度，温度舒适。其他同学打开智能插座。好的，插座已开启。所以看到我们的，它就自动帮我们开启了。